一二有哦，妈祖庙这一站下车，庙东水果，多好吃的，我到了，排骨面排，我排好已经排了，因为后面已经一堆了，香，满满一大碗，一份十颗，菱角酥，它的外皮甜甜的，你会一颗接着一颗，哈密瓜超甜的，好像是免门票的，哦，里面很多的。小麦炒肚丝，它是乌梅的味道，就是味噌起司棒，淡淡的起司味。销售排行榜，其实它第一名。逍遥铁马，好爽哦！几百年没有骑脚踏车了，这也是很适合骑脚踏车。在哪里？这个 S 弯吗？现在12K， 大家都在战车月台。冲啊！很嫩呢，这个豆花爽了，整个疲劳都没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全台湾呢，总火车站数共有241个站，其中呢，只有一站花莲港站是纯货运站，有69个站是客货运站，有171个站呢是纯客运站。今天这个计划很特别，我想说要搭着火车去其中一站，在那个地区进行一日游行程。今天是第一集，所以地点由我选择。那往后下一集。地区由你们选择。如果你们想要看我去哪一个站拍的话，欢迎在下面留言。我会在下面挑最多人留言的那个站，然后去拍摄这样。OK，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出发丰原车站 ，Go Go。哇，连下太多人了，到台中才为止，所以我要从田中站到台中。哇，几百年没坐火车了。我的车来了，哇，车上是爆满的，老车，六分钟大公车可以到，91212218，有212223900，没几台哎、欸，哎呦212有哦，来了，五分钟内开车。上下车要刷卡，香港的是上车刷卡就好。耶、yeah, ，我到了慈济宫妈祖庙，这一站下车。庙东水果，哇，这菱角酥都要排队了，排，
好吃的耶。我要去排排骨酥面了。拔丝地瓜，哇，这霸王也在排队。哇，我到了，没有在排队。下次要开始蒸了吗？外带的排左边，内用的排右边。对，我现在是排右边，对面那边是外带的，这样。我排好已经排了，因为后面已经一堆了。外带，外带这边排一下。吃饱了，散哦。还好现在不是正中午，所以没什么排队。吃完我们去排那个菱角酥。哇，这蚵仔煎也在排。我快要老公，我都用啦。最近也是排队的。哦，没什么人了。分时刻，这阿伯也来过了。谢谢。买完了，然后好多人。决定来买这个庙东水果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哈密瓜。多少？十块。好，来一个。要收起来吗？不用。好。那下次嘞？要。下次放在菱角树那边。好，谢谢。我也差不多两个。OK， 谢谢。哇，对不到焦啊。哦，有了有了，菱角酥，可爱的。好了，
外皮甜甜的，然后里面反正就是菱角，然后很爽脆。你会一颗接着一颗，好喝。每个形状都不一样，不知道它这个面衣有点像外面卖的那个炸热狗的口感，然后里面就是很绵密的菱角、哈密瓜，哇，超甜的。咬下去非常的多汁，完食。吃完甜点了，这里人明显变多了，因为到了中午，大家都在觅食。哇，你看，你看这个排骨酥面排到这里了。还好我提早来了，看一下有什么好逛的东西。这里很多娱乐，很多玩机店，可以来被盘一下。这还会重吗？我出来了，我觉得这里差不多了，我要去下一站。然后我们在这里搭63或12的，就可以到味噌文化馆。好了，我现在下车了，下车会看到那个 7， 然后就走到对向，应该就快到了吧。这个地区可以玩两个景点，台湾味噌酿造文化馆，在这里转进去，好像是免门票的，所以我就来了。营业中，哇，有哎，蛮多人的。参观行程，到了吗？哦，里面很多人。嗯，有茶叶蛋的味道。这有卖很多味噌。小麦炒醋适应。
这个有机苹果应该不错。它是乌梅的味道。这是玫瑰蜂蜜。这比较温和。更凉，一份三颗四十。哦，这个味噌手作教室 ，Miso DIY， 都有试吃的味噌香浓起司鱼薯条。这是味噌起司棒。淡淡的起司味。很好吃的，很适合嘴馋的人。这是店长推荐的，销售第一。起司棒，下班了哦。这是月销售排行榜，第一名是他的甜色刺味噌，第二名是纯酿味淋，第三是干口煎鱼味噌，这个吗？第一名的，哦，颜色很浓哎，这是他的第一名，哦，这个是他的第三名，这个颜色相对浅，比较浅。这是主味噌的示意图吗？不酷啊，差不多是这样，我要去下一站。门口有一些好玩的东西。哇，套圈圈。都没中。掉酒瓶了。夜市打香肠，可是没有弹珠。好啊，差不多了，免门票的。好啊，那我们现在走去潭雅神绿园道，看一下，走路过去11分钟，应该不用再搭巴士了吧？慢慢走啊。等一下在 7 那边转弯就到了。这里有铁马出租店，它全程有12.5公里，哇，2小时30分往返，不长。这是价目表，自行车150，余一二十。我们今天租的是逍遥铁马出租店。我们现在在这里 1.8K 的地方，然后全长有13.1公里。这老板娘跟大姐姐真的很热情哎，还特地买了饮料给我，还有雨衣。哇，好喘哦，几百年没有骑脚踏车了，但是好舒服啊。叮叮叮，而且风很凉哎，这里真的很适合骑脚踏车。快驾车啊！哇，前面有个 S 弯哎，好美哦。
哇，下大雨了，哇塞！往神冈站还有3.3，下大雨了，万雨。看一下，对，蛮大的。前面这个景很漂亮哎，绿意盎然的感觉，而且这个树都长得很笔直哎。雨好像变小了哦，看来我的行程又可以继续了。哎，我到 S 弯了。前面有一个 S 弯呢，是这个 S 弯吗？好酷哦，好喜欢这个设计哦。好的，我们现在从 1.8K 走到 6K， 350地方，我们看这个美食。等一下到500-600有红茶、披萨、米糕、面店可以吃，然后8K 有一个假日市集，今天应该有，然后10K 有一个眷村美食，然后11K 玩乐食堂，感觉好远哦。看一下我们现在在 6K 的地方哦，就我们现在大概在这里。快到天桥了，等下会经过高速铁路，我们去看能不能到达这个站车这个地方就好了。这里有一台战斗机，不知道什么型号的。哦，它是天际翱翔区 F-51 战斗机。它是虎式二型，美国诺斯洛普公司。哇，这是它发射的地方。然后这里有军用卡车，哎，这个是什么？线上的军用铁道。然后后面是类似车厢的感觉。这是市集区吗？有一些美食的。下雨天好像有点冷清。我到了 Ten Park， 这好像是11.多公里的样子。对吧，算终点的吧。哇，累哦，这不是盖的哦。现在12K， OK 啊，差不多要返回了，我再骑回去 1.8K， 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这里有3台 tank， 坦克，这什么 M48A3， 它是装甲后，枪炮命中精准，火力强大，省油料，性能优越。这是它示意图，大家都在战车月台躲雨。上面有个战车月台，看到。好，我们刚才从逍遥租车那边骑到坦克公园，大概1小时左右。那我们现在又要花1小时骑回去。哦，我觉得途中最硬的是高架桥啊，因为那个要上坡，蛮累的，很吃脚力。OK， 大概会经过3个，没有，是经过3个，不是大概。好，那我们回去了。这里有一个松猛，另外一边的慢慢骑。
这有一只松鼠。哇，这是什么花？开得很漂亮哎，全部都是哎。紫色的，冲啊！上坡！啊！下坡路段试踩刹车，耶！我熬过了，舒服啊，轻轻松松。哦，这是樱花吗？蜜蜂出来做事了。老板农忙，如需购买请自取，下次有遇到再结账就好了。什么？可是我下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了，应该是投到那个桶里面吧。诚实商店的概念。哇，他们感觉很享受假日。我们再度回来这个 S 弯了，这路上大概在4K 左右，有一台贩卖机，任君挑选，目前在4K400。大概在2K 左右就可以回到刚才注册地方了。今天我们来吃豆花，传统的。生豆花，小薯，超赞的！环食，整个疲劳都没了，哈哈。耶，我完成了，我回来了。如果没有骑电动的话，是蛮硬的。感觉要骑个电动会比较轻松一点，但整体这个步道骑起来，我觉得还蛮舒服的。很凉啊，然后人潮也蛮多的，很多人在走路啊，骑脚踏车都有。嗨，我回来了。阿妈回来了，阿妈你回来了，你有遇到雨吗？有有有，哎，好一千几啊！我丢在垃圾桶了。好，阿给收完，谢谢你，谢谢谢谢，感谢，拜拜拜拜拜拜，回去也慢一点。OK， 我是坐公车来的。是，对啊。哦，现在要坐700，就在逍遥处书店的旁边。我的公车来了，
现在回来了，丰原转运中心了，我要去火车站了。好了，各位，那今天丰原一日游行程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那今天我去庙东吃了美食，然后还有去附近的一些景点看看。改天回来丰原车站，准备要搭车回家。OK， 以上是今天的分享。不喜欢影片朋友就把这个喜欢，还没订阅朋友就帮我订阅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